家人，大家早上吉祥！阿弥陀佛。好，刚刚注意到呢，啊，承德上台的时候啊，还有音乐伴奏。哎 <laughs>，昨天有吧？啊，昨天也是这一个音乐吗？哇，你看，这个觉照力很差。 哎，为什么今天有听到音乐？昨天没听到？可能昨天第一这个第一堂课啊比较紧张，人烦恼做主的时候啊，关照力就弱了，啊，视而,而不见，听而,而不闻，都被这个执着卡住了。啊，今天上来，第二天呢稍微放松一点，恢复一点绝照。 才知道人家用心良苦，啊，放这么好的音乐加持我，啊、哦，那以前没放的时候啊，我都会想说，怎么李老师上台有音乐？<laughs> 你看，我这个承德这个无耻节的喜剧啊，欲境逢源呢、啊，他就起现行了，啊，就有点攀比心就上来了。 但是我们修学传统文化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法啊，当然这个师父都给我们点出来了啊，我们确实福报大啊，我们说知福惜福造福，知缘惜缘造缘。 知恩、感恩、报恩，这我们都很熟。但是我们要深入去理解这些话。知福、惜福，还要再造福。可是，假如不知福，他就不会惜福。那这样福福报再大会怎么样？那就花掉了。福报就像。 钱一样嘛，你没把它好好去用在积功累德，你把它挥霍了，那的福报就花掉了嘛。哦，所以师长老人家他给我们讲法，我们福报大不大？哇，我们刚听的时候啊，特别专注。哦，听的时候呢。 常常听到触动处啊，哇，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，有时候更控制不住了，得要顶礼三拜。老人家是太伟大了，老人家太慈悲了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是第一年的状况。好、哦，哎，再听个三年五年呢，开始，哎，师傅怎么又讲这个了？<laughs> 我告诉大家，承德学了。 佛啊，差不多十年左右啊，啊，可能还没有。呃，那时候是零六年，啊，学佛差不多七八年吧。那时候，对，差不多七八年的时候，刚好到联合国。 啊，当说是汤匙的一些经验呢、啊，供养给这些大师。结果师傅做总结发言呢，啊，陈德心里想说，哇，这么好时机呀、啊，面对底下都是大师啊。结果师傅讲什么时间最多呢？三个老师啊。 我在那急的不行，你知道吧？<laughs> 我说这个时候赶快把一些道理赶快开解，怎么讲？三个老师，哦，到时候在下下面还着急，所以你看看不懂啊，看不懂师傅在做什么，哎、呃，所以还觉得自己看法对呵呵，啊，其实很多年以后才突然有一天体会啊。 传统文化是师道啊，它的大根大本。假如人对根没有深刻的体会啊，你把很多花果告诉他，他不一定有受用啊，啊，甚至于会着在这些花果上面啊。比方说啊，那一天我们看市长老人家，他现在的法缘到联合国去了。 那个花果多么的壮丽呀、啊！我们看了，佩不佩服？这个佩服里面有没有羡慕？有没有善恶夹杂？我想，哎呀，你看，站在联合国，挥挥手。哎哎，可能一开始的发心很纯呢，但是走着走着。 哎，很多的赞叹、掌声，会不会把我们无始劫的习气给调出来？那这个别人看不到哎。所以昨天说“贤护等十六正事啊，这个贤护最重要要护谁啊？要护好自己才行了。哎，哦，所以了凡四训那一句话很重要。 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，没有下这个功夫啊，我们第一关绝对打不破。第一关打不破，就是这一辈子学了几十年，连门都没进。所以师长老人家常常讲，啊，他出家受具足戒。 回去看老师，给老师谢恩嘛。这个公案我们都很清楚啊。啊、哦，到慈光图书馆，老人家一看到师傅，远远的说什么：“你要信佛啊，你要信佛啊。”这个我们听了几次了，很多次了吧？我们信佛了没有？ 所以，为什么师父要重复？因为那个是最关键的。假如我们在这个最关键当中没有真实入心，这个根就没有了。我们走这一条路的铭文力量，会输给世间吗？陈德个人觉得超过世间了，是吧？你今天有权呢？ 人家哎呀，哎呦，一直赞叹你，一直恭维你，哎，你一离开了，人家还是这个态度吗？是吧？可是你发心走这一条路，很多人他是真正赞叹你，而且很信任你，那种铭文的力量，有时候不比世间小呢。哦，所以我们。 走这一条路，师长老人家说：“啊，这也是刘素云老师给我们勤法的。我们这年轻人还不懂得勤法啊。”刘老师问师长老人家说：“啊，他们这一辈年轻人呢、啊，走师傅你这条弘法立身的路，难度跟你比怎么样？”师傅说。 百倍都不止啊，难度啊，百倍都不止啊。所以就让陈德想到那夏莲居老居士有一段法语，也在昨天跟大家介绍的，啊，都是他老人家走过的修学的深刻体悟，啊，就是这个六信四愿。 三性一行在，有没有人昨天去翻了这一篇？哦，好，没有翻很正常，因为你们没有手机。哎，哦，好，可能手上也没有这个书。啊，里面就提到啊，我们在末法时期，内脏外膜。 内心的烦恼上，我们比师傅多多少？我们保守估计十倍就好了啦，哈，这已经很科技了吧，哈。好，这个时候会用到我们曾经学过的数学，啊，内障十倍，外魔外在境界的诱惑也十倍好了，啊，十乘以十怎么样？一百。 啊，十的平方就是一百倍了，无人不惧，每个人都会遇到。啊，有没有人听到这里？算了吧，别做了吧。哦，你看市长老人家那时候说，奖金下错一个字转语，多五百字也无声，别讲了吧。那我请问大家，别讲了要干嘛？ 哇，好难呐、啊！别走了吧，别走了，要干嘛？干嘛？只有一件事，搞轮回。不要说多三途，这个这个讲的也太实在。但是对大众的时候啊，这个也要敏感。哦。 哎，这个是缘不同啊，应对也不同啊。哎，这个可不是狡猾哦，呵呵这个是什么？你要会关机，要随众身心应所之量啊。哎，所以很多人性格很直啊，这个优点太难得了。这个是对修行来讲，直心是道场呵呵。弯弯曲曲的，就是很会耍小聪明的人，修行很难。 啊，直心的人要修行比较相应，但直心的人必要过的关呢，就是容易得罪人啊，还要调柔，所以修行不容易啊。这个身要生到心性相应啊，不然每一个优点啊，都还有的磨呢。 所以修行要有耐心 <laughs>。我们呃，昨天啊，包含到今天的修学重点啊，跟大家一起探讨啊，修学正确的心态，这个恒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。所以《论语》里面说：“好人不好学，其必也愚。” 哎，好人好不好？特质里面有仁慈心，哎，挺好的啊、哦。但是你没透过学习呀、啊，这个缘就没有缘，这个人心没有到见性，没有到圆满，它有不足。所以仁慈的人啊、哦，这个晚晴集里面包含弘一大师选出的。 大成经跟祖师教诲的精华一百句，这一百句好不好选？哎，我们要有时候要自己会有一种思维想象，不是乱想哈、哦。你一听到“哎呀晚晴集”是弘一大师选一百句，你就要想象大藏经摆在你面前，祖师教诲也摆在你面前，来选吧，好不好选？ 一体会这个情境啦、啊，就会支援、习缘、造缘了。这一本《晚晴集》拿在手上，会不会不珍惜啊？不会呀、啊。那群书是要容不容易选出来？一这个一万四千多册，你来选选看。 选出六十几册，还要是精华。啊，所以有一句话叫“人在福中”，这句话讲谁？要 <laughs> 我们自己来。哦，啊，这《格言别录》里面讲：“精明者，勿使人无所容。”精明好不好？就做事比较精细嘛。 哦，比较考虑得到，可是不要因为自己太精明了、啊，旁边跟你共事的人觉得压力很大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所以《了凡四训》说：“吾、哦、辈处末世啊，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，吾以己之长而盖人，吾以己之善而行人。” 无以己之多能，这都是优点呢。但是你没有真正学得更加的调柔跟圆融，优点有时候你伤到人自己不知道，伤到人有没有造业？有。这一生要成就，要随缘消，不再造。 那我们零零角角不磨，每天我要往生吃，吃这边吃一个，那边吃一个，就那你都结恶缘，那你怎么往生？所以这些句子都是我们最熟悉的，我们要深入思维，就会给自己很重要的修学指导。哦，不能常常听的句子就当都听的都也太熟了，呃，老人家念上句，我们能接下句。 哎，自己有没有受用？哦，所以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，这个做下去才能深，才能有广度。哦，好，呃，《太上感应篇》还没开始讲啊，所以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。 而是抉择，哦，就是在因缘当中啊，要取舍，好像呢要把一个理讲透啊，是需要时间的。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？是吧？可是你每一个理都要讲透呢，啊，陈德觉得可能呢，最后一堂课的时候。 陈头会说：“来，我们翻开《太上感应篇》。太上是什么意思？那这个也是太夸张、太执着了哈。所以我们刚刚呢，又说到两张大家提的问题。好，你看，小龙来，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可能这个问题还没讨论到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好，我们。” 下一节课再说。好，那这个问题呀，啊，跟大家商量一下。啊，问题是，要探讨，但可不可以呢，在承德讲课当中啊，顺便带出来，回答自己的，回回答大家的问题啊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。 甚至于，大家呢要了解一点。啊，昨天李老师说，啊，师傅常说你会吗啊、哦，这个是禅宗的话了，啊，那我们用老法师的法语来诠释会不会，这个我们比较亲切了，啊、哦，不然你一句你会吗？ 我又不是修禅宗，大家要知道禅是什么？佛心呐、啊，所以禅的精神对修行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了，全性起修啊，全修在什么？在恢复我们的性德啊，所以禅宗的精神很重要啊。你看夏联居老居士编这个《进修结要》，不是破我们？ 禅教密律是一还是四？对呀、啊，一才入得了门呢。所以佛门叫什么？不二法门呢？啊，全部都是指导我们回归这个真心嘛。 啊，所以师傅又有一句法语很精彩啊。生活是念佛，工作是念佛，应酬是念佛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没有一样不是念佛。你说这个有没有禅宗的味道？哦，师傅后面还补一句呢：几个人懂啊？我们懂了，那就跟师傅。 师傅拿起一个杯子，我们就笑了，啊，叫“拈花微笑”，以心传心，这个法就传给我们了。好，好，所以师长一直在讲：你会吗？啊、哎，这个会吗？要会修行。其实师傅讲的频率最高就是全是这一句。 我们修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。这句话讲的够清楚吧？有没有知道我们怎么修行？有啊，六根接触六尘，而且师傅还很慈悲。他是起心动念放下，我们现在还做不到。先从六根接触六尘放下什么？ 执着，这个执着是什么？见识烦恼嘛，啊，再分开来，啊，见惑、思惑，啊，思惑我们最熟悉的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哎，六根接触六尘，就在这个净缘当中。 我们有我摊起来了，赶紧打掉；我撑起来了，赶紧打掉。哎，今天我们在面对他人，这个我撑一起来打下去的时候，心里马上调柔，就不会跟他对立冲突了。剧情就不是照业力演了嘞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慢慢有。 体证到什么？一报随着，正报传。哎呀，我这几十年来那个旧的剧情哦，开始改编了。但是它的关键就在这个会不会呀、啊？其实我们无量寿经持诵了这么久了，有没有同样这一句旧词教诲？有啊。 所以经典就是生活啊，不然我们持了老半天都没用上，那经典还是经典，生活还是生活，又没有入不二法门所以有一个人，师父说：“你先念三千遍。”啊，然后呢，那个人也挺老实，就念了三千遍。 然后三千遍之后，跑来见师傅。师傅，我已经念了三千遍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师傅说：“再念三千遍。”哦，好。所以佛门有一个学习的重点，在一意不一语，不然我们也可能是那个念完三千遍又来。 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再念三千遍。你要依那个义理，不要着在文字相上。师父让我们念三千遍的用意在哪里？那可能不是一个用意而已哦，是吧？那每个人，你只要有一个领悟了，你就好好照着做。你那个领悟，你就自己可以提升到了。 啊，修订啊，啊，还是让我们熟悉之后，在生活上能反观啊哇、啊啊，结果他念了三千遍，变成例行公事，这些误处都没出来，就再念三千遍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陈志宇学长，这个悟性很好啊，因为昨天真的遇到他，啊，刚好吃饭时间，我说你不吃饭了、啊。 他说：“我不吃啊，啊！你说要增胖三公斤啊，对我来讲，我要瘦三公斤啊。你看，这个大臣根性不着言说相嘛？哎，大臣起信论，我们是不是修大臣的？是吧？哦，那这一句就重要了。大臣起信啊，得要守这个。” 大乘修学的心法不离言说相，语言文字都是言说相，啊，所以你不能执着啊，这一句经就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经有无量的意思，是吧？你这一句经文，他们两个成长背景不一样，岁数也不一样，遭遇也不一样，你跟他开解这一句全部一样。 那不是我们鹦鹉学舌吗？你一定跟他分享，要利益他嘛，要气你还要。那你气机能不考虑他现在的心态吗？还有他的过去吗？你一开解这一句，马上跟他过去的哪一件事情一连接起来，他耳眼睛就瞪得特别大了，耳朵就竖起来了。你一讲都是别人的，那那就有点听不下去，还要还要。 勉强听一下，因为你那么用心，哦，所以他这个陈志宇学长他听出来了，胖三公斤的意思就是要健康，这样你回去父母看了就高兴了，是吧？这个就把意思听到了，啊，离言说相，离名智相，名智相就是名词术语。 我们走学术路路线呢、啊，以后要小心这一点。那是学术，他就研究这一句是怎么讲的。哇，很多人一听师傅讲啊“孝”字啊，或者哪一个字，结果他学《说文解字》了，然后就卡住了。《说文解字》不是像师傅老人家这么讲的、啊，哇，他这么一卡住啊。 执着开始发酵了，发酵成什么？在听师傅讲经啊，那个信心跟那种恭敬退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心态它是不知不觉会起变化的。好，我记得我刚刚回到大陆啊，还没开始跟大众交流《弟子规》，先去拜孔子。 结果到了北京，后来要到山东啊，刚好遇到一个出家人，像弥勒佛一样，他印象还很深刻。啊，他特别有意思。我们一起去的人啊，有人吃素，有人没吃素。我们围在一起吃饭嘛，有人就吃肉。哎，这个法师啊，因为出家人有时候年龄看不出来，我也不知道他几岁，啊，然后他就在那吃的，然后。 在那笑得很开心，说：“人家吃肉满口香，我吃青菜往西方。”你看，我当时听了特别感动啊！你看他的恒顺众生呢，功夫很好。人家不会去盯着别人的问题 <laughs>，但是人家吃菜满口香，我吃青菜往西方。你看念这一句的时候，那些吃肉的不中一个。 他也没嫌嫌弃他嘛，种一个什么，吃青菜往哪里，往西方极乐世界，跟人家结个缘嘛。结果呢，接着他乐呵呵的又跟我们讲，哎呀，我有一些徒弟呀、啊，他们去上了佛学院，哦，还没去以前呢、啊，遇到我叫我师傅啊师傅啊，叫的可亲了。 去上了三年回来呀，连师傅都不叫我了。他是带着笑意讲的，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但是就会觉得很深刻，就是哇，这个学了一点知识啊，那佛学院就是学很多经教嘛，心态不见了。哦，所以人可贵，可贵在哪里？ 那个心都不变，比方说，这个人对你有恩，你那种感恩心一直没有变。突然有一天，他做你的下属，你还是没变，这个就不简单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对我变心了！”啊，那个人啊，气得要死。其实，我们是不是一个变心的人？ 那我们自己都是变心的人，那我们还去批评别人变心，那人家服不服气？他当然不服气嘛。所以我们除非我们做到了，不然我们不能去挑他这个缺点，而我们也有，我们没有资格挑他。这不是我讲的哦，大学讲的哦。君子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。 无诸己，而后非诸人。这个话通达人情啊。无诸己而后非诸人，我们要提醒他的缺点，结果我们身上有有的时候，他服不服气？所以圣人通达人性就是这样嘛，他心里会很自然的不服气呀、啊。 你五十步还笑我百步，那我们又很执着，一定要跟他讲，他那个情绪就越顶，又一直顶在那，又没效果，所以治他都没有益处。然后我们又花太多时间看别人、说别人，自己又没用功，他就越看我们又越不顺眼，这叫恶性循环。所以怎么跳出恶性循环？ 修行心态里面第一个重点，随顺圣贤、佛菩萨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。这一句话，师父讲的频率也很高。所以师父常说，最重要的要重复。佛陀是这样，老法师也是这样啊。可是我们现在重点在重复的，我们听得太熟了，就没把它放心上了。 所以我们变成要互相提醒，不然修到最后会变老油条。我们不愿意走这条路。哦，哦，所以刚刚讲到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的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，不着色身香味触法。哎，那这个不就是师父讲的？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是吧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有没有教我们？有啊，我们读了它几千遍了，都还没用它。哎、无量寿经》里面又有一句话讲。 亦无希求，不惜求想，亦无比我为愿之想，舍离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。其实我们前面做到了，生活是功德，工作是功德，应酬是功德，哪怕你一个微笑，一个眼神，通通是功德。 有没有人可以用一个眼神让人家充满信心？有吧？有没有人可以用一个微笑把人家的初心给唤醒？那师长老人家就有这个功力呀！啊、哦，陈德，这个有一次也是，还是很沮丧了，都憋着也不敢讲，个性比较内向。好、哦，你们有看出来吗？ 所以要看懂一个人是不容易的。我个性还是比较内向，哎，啊，我有一个结拜大哥就说了，啊，说陈德是上了台呀就变一另外一种人，啊，下了台上，啊，他用一个比喻啊，我们台湾有很多庙嘛，庙里面不都会降乩嘛，降乩你们听懂不懂？ 有那个孪生嘛，是降鸡生嘛，就是啊，我是这个呃，这个吕洞宾来了啊，还是这个三太子来了？这样是吧？三太子来就会像小孩一样这样啊。他说：“你上了台哦，就好像踢党啊那样。”闽南人就听得懂了，就好像被附身一样。啊，其实他误会了啊。 陈德是相信老法师的一句话，也是李炳南老师教导师父的哪一句话？自诚感动，自己习气很重啊，根本没有资格跟人家讲法，呃，可是又有机缘了、啊，好求佛菩萨加持，所以一上来了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 你还有其他什么念头？你怎么讲？<laughs> 是吧？你说今天在讲经的时候，在讲课的时候还能打小差吗？打不了了。好、哦，所以师父那时候有讲了，人家说我是爱讲经的和尚。师父讲这个时候还还在笑呢，他说人家还还说我是爱讲经的和尚。 其实那个是批评的话，然后师傅听了也很乐。师傅说：“哎呀，其实我是透过讲经啊，扶住我的烦恼。其实这一句不又是一个修行的重点呢？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烦恼扶住？那个就是对我们很好的方法嘛。你举一要反三嘛。” 哇！你听完这句，哎呀，师傅都有这么好，可以调伏习气的方法，我又没有机会讲经。那你看，那每一个法你有执着的，那不受用还生烦恼。所以昨天欠大家一个故事，刚好顺着讲。啊，文殊菩萨说：“哪片大地，什么是要踩过来？” 啊，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的学生，他思维了一下，遍地皆是药，啊，他回应文殊菩萨，啊，这个叫父母呼应勿缓，是吧？他回应了。接着呢，文殊菩萨又说什么是要采将来，又重复一次。哎，这个时候你看，我人家这个善财童子。 老师又讲一句了，他可不能又回，全部是药 <laughs>，那就不对了哈。哎，他就采了，采抓了其中一个草草药了啊，就递过来。文殊菩萨接过来，此是药，能救人也能杀人，是吧？所以每一句法是药啊。 所以叫法药啊，啊，草药治我们的身体呀、啊，法药呢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。可是当我们的心态不对的时候，有夹杂，不够老实听话真干，都夹杂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分别执着，完了这个法都变毒药啊。 所以师长老人家为什么陈德推荐大家多听几遍，将整个菩提心灌注在生命中？因为师长老人家那讲得太透了，心的根本、行的根本都讲透了。啊，真是称性之极谈呢。他其中不是刚好有人问问题吗？递来的。 这个问题单，啊，师傅讲讲讲，突然说，越学越分别，越学越执着，还觉得自己是佛弟子，通通学错了。哎，那我们听这一句话，我们听的时候，越学越分别，越学越执着，完了，那这一句话是不是是不是要？ 不不是法药了，是什么？这这个话又增长我们的执着了。啊，所以修行不容易，善观己心呐、啊。能时时洞察我们这个念头是觉正净啊，还是迷邪然？所以说，我们受三规啊，最重要的六祖提醒我们：觉而不迷。 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啊，张家大师是帮师傅扎基础的啊。张家大师的话重要啊。哦，所以张家大师说，三归一就像车票啊，上了车，拿了车票，到达目的地下车了。 请问这个过程当中，车票在哪？没有一刻什么离开身体哦，不能离开哦，一离开查票的，一查，请下车，不能再走了。啊，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哦。好。 那当然了、啊，陈德讲到这里啊，可能大家另外一个烦恼又出来了。说那我现在这思维啊，我思维的对不对？总要有甚至是给我印证吧。我也不是不，我也不愿意说都是随顺我自己的烦恼习气呀、啊。那我怎么知道我的思维对？是吧？有没有刚刚有没有人起了这个呵呵烦恼？哦。 啊，所以我们分享课程的人也很怕，讲完之后让人家一堆烦恼，这个就造很多罪名。所以这里就更显得偶一大师讲的净社名，啊，净社名就是净土中的净，社团的社，啊，座右铭的铭。 就是团体的修行啊，这四个是个纲领，其中一个就是善有唯一了，大家都是同一个师门的，所以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我们这一个思维，我们是当局者啊，可是他们是旁观者，他们可以护持我们。我们讲出来了，哎，他看他，大家看一看，哎，都没有问题，啊，这样就可以做。 假如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还是有疑惑，好像角度不同，不能达成共识，这个时候可以向上请教嘛。师长老人家是很慈悲的，啊，最后只要是他的弟子们的问题不能解决，哪有可能他老人家不知道的？啊，可是我们可不能每一个问题都直接逼到他老人家那里去啊。 那他老人家每天不忙死了，是吧？除非我们解决不了的嘛。嗯，好，哦，那刚好讲到这啊，就拉回来呢，跟大家回应一下，啊，就是我们讲到啊一个。 修学，甚至于你接受所有经教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心境啊！其实师长老人家也帮我们选出来了。老人家说，学传统文化第一堂课，这个都是师傅布置的，不是我们的智慧能达到的。 啊，其实当时候市长老人家知道我们在分享传统文化，就让我们讲一个主题，叫如何做一个如理如法的好人。你要如理如法修行啊，用什么来讲？用白鹿洞书院的那一段教诲啊，就四千五百年前。 中国的老祖宗是怎么教导他的后裔的？所以点出来整个学习的目标、学习的内容，内容是什么？五伦嘛。学习的方法：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。笃行之后还分出来三个大的纲，哪三个？ 立身、处世、皆物，好皆物当中，又从五千年的文化挑了两句呀、啊，哪两句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大家相不相信？《四库全书》。 这么一大部书，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解。佛陀四十九年所说的经，就是“看破放下”这四个字的注解。不管你哪一嗯《华严经》啊什么经，每一句都可以归在“看破放下”。 一切法门都归到两个字：止观。看破观嘛，放下止嘛。所以佛陀是最会归纳，一下子让我们掌握纲领。又一及一切，又从理又到一切事想。 所以会修的人，时时能抓到根本，又能用到每一个事项当中。啊，所以这个叫一体起用，依这个真心起用，摄用归体，用每天的处事待人接物的领悟，又回归到自心，回归到烦恼清，智慧增长。 佛法不是要学的很多啊，你学到最后不是深刻去解行的时候，我们走的就是一条非常习惯的路，惯性，就学知识的惯性就上路了。我们现在要念佛不容易吧？哎呀，我怎么没念佛了？赶快提醒自己。可是，请问大家，我们有哪一次打妄想要提醒自己？ 哎呀，我来打一下妄想吧，没有吧？太熟了，所以修行就一件事啊，听起来是两件事，事实上是一件。身处令熟，熟处令身。但是一个人假如身处令熟了，这个佛号熟了，那那个妄想。 自自然然就越来越少了吧，不所以还是一件事嘛。哎，哦，所以我们修学很强调悟性啊，不是强调知识。哦，这个师父在开解的时候，我们走的是开悟的路，不是走知识的路。到英国汉学院去是和光同尘。 你不是跟着英国人走了？孙中山先生是国父啊，就已经讲出来了。我们要跟外国人学的就是机器呀、啊，其他的都要跟中国学呀、啊。哇，当时候陈德看那个台中联社的这些刊物，就看到。 施工啊，在六几年呢，五几年，就大声疾呼，不要认外国人当爸爸。你看台湾有没有大智慧的人？有啊，所以福报重要啊。没有福报啊，大智慧的人不能发挥呀。 所以你看，当时候唐朝有福报了，魏征大人就可以发挥了。啊，现在习主席出来了，我们魏校长应该也可以发挥了。啊，因为现在走的是大唐盛世的契机。可是问题是，大家要认清楚哦，现在不是大唐盛世啊，现在是刚开始，那个牙已经冒出来了。 还不是结果啊！我们认清现在是发芽了，所以就不会想着我要吃苹果，想着要干嘛？灌溉施肥是我们的责任呢、啊。现在可不能在那里皱着眉头，我要吃苹果，我要吃苹果，那就不是食物了啊！看不清楚时局了。 哦，所以很多道理啊，真的，这个老祖宗啊，包含这些前人啊，都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。所以我们受的难呢，一句话就讲透了：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一个家要兴，就是要回到他老祖宗的教会；一个团体要兴。 就是要回到当初创立他们团体啊，这个最重要的，也是其实也是祖先呐，啊，用我们大陆的话叫开创者啊，叫老革命，是吧？你回到那个精神，它就兴了。你忘了本，忘了本，哪有树可以长得好的道理呢？ 所以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，你可以举一反三。华严经说“一即一切”，这个都是用悟性。好，好，啊，所以老人家用这个四千五百年前这个教诲啊，让我们可以抓住啊五千年来教诲的纲领。 啊，在立身处世、接物，能够这样来关照。好，那接物当中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主要对谁？对他人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对谁？自己，自受用，他受用。 那我们想一想，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啊。我们听到这一句的时候，吞不吞得下去？大家吞下去没有？哎，药要吃下去才会有作用吧？我们欣赏这个药，欣赏了三十年，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，那还是不能治病啊。得吞下去才行。这个就是佛门说的。 受持，你得受持才行了。吞不下去正常的，哎，但是了凡四训勉励我们，时而勉强，终则泰然。好，很勉强哎，吞不下去哎，那不吞要干什么？ 这位学长不吞要干什么？<laughs> 轮回啊, <laughs> 啊！啊，以后这个我们这个家人之间啊，有人被卡住了，哎呀，我实在实在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 受不了要干什么？<laughs> 哦，你就不要再讲了啊！受不了要干什么？点到为止。<laughs> 你在讲要轮回了，我要轮回，关你事啊！<laughs> 所以讲话过了，点到为止，人家还觉得嗯，你护念的很好。过了之后，关你什么事？<laughs> 因为你没留，没没给他留面子了。好、哦，没有啦。 我刚刚什么都没讲哈，好，我刚刚有讲吗？你们要配合一下。不过我这个不是赖你们哦。所以佛陀说：“若说我有办法者，即是；啊，若说我有说法者，即是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意。”大家读《金刚经》读到这一段，会不会？这是啥意思？ 明明说了四十九年，说他没说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万法怎么生的？因缘所生嘛。这当体皆空嘛。他那个原句就什么？缘善了嘛。所以你下一次要用这一句的时候，要是缘分怎么样，刚好恰当的时候用这一句嘛。 你缘分用不恰当了，这一句话出去，人家就恨你两三年了。<laughs> 哦，所以出言要顺人心呐、啊，他的接受度你要能掌握，知其心，然后可以救其师嘛。《的礼记学记》里面的话，哎，所以对自己要严格，对别人要宽以。 待人啊，所以别人对我发脾气，我宽容；但我不能对别人发脾气。为什么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真的，这一句心法下去了，当前所有烦恼全部治掉，除非你不吃药。你相不相信？这一句法，解我们当前所有烦恼。 假如你有哪一个烦恼，这一句解不了，请写上来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陈德要向你忏悔，因为我讲错话了，是吧？讲错话了要负责任的，不然我就剁野夫身了。好，那大家不能让我剁野夫身哈。有遇到哪个不能解的，一定要给我写上来哦。OK <laughs>。 哦，那为什么有根本治，还要有厚德治？因为人种类有多少，很复杂啊！你在福建长大，那江西人的思维模式你了解吗？啊，你在安徽长大，那你去了陕西，陕西人他的性格。 你了解吗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所以你看，师父他在点我们问题的时候，他都不会说你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他都说说什么？我们都是生死非常烦恼、非常重的凡夫。 哎，大家听师父讲经的时候，有没有把他的心法透过这一句听到了？所以会听的人呢、啊，哇，那一集里面不知道学多少东西呀！好，所以修学态度当中有一个态度很重要，目闲当目其心，这也是禅宗的精神啊。 你要学到他的什么？不是学到他的言说。假如我们学到老人家的存心，应该我们的弟子学完之后出来，都跟他老人家处事相应。哎，可是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啊。我们好像，哎，我跟师傅哪里像？哎，大家有没有经验？啊，你出去工作啊，跟人相处，突然有一天。 人家不知道你学否，突然有一天说：“你是不是净空老法师的学生？”哇！假如人家这么跟你讲啊，你是师傅的真弟子，因为人家从你身上可以感觉到老人家讲的教诲，或者他的行仪，你又展现出来。哦，你可不能一见到人就拍胸脯，我可是净空。 老法师的学生，你犯了兵家大忌。啊，这是对外犯了兵家大忌，对内呢，把自己给卖了。为什么？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夹杂什么没有？有没有借由师傅的光怎么样，给自己抬一抬身份 <laughs>？那不是把把自己给卖了吗？ 然后你讲这一句话，为什么犯兵家大忌？啊，以后人家就说：“哦，净空老法师的学生，你师傅说什么啊？你师傅说什么啊？你怎么都没照做？”那你就在那边气得要死。我也还在修行啊，我又不是一步登天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对你，是自己造成的。你不先。 露馅了，人家怎么会这样要求你？哦，所以讲到最后，怎样也想不通的事啊！最后这一句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自己”，还真能救我们。哎，他怎么会这样对我呢？有可能我们会讲、啊，那就一件小事而已啊！他这么叫声干什么？ 都要出人命了！万法因缘生，那件小事叫导火线。啊，美国跟英国要打仗啊，是不是因为就是那个船头发生那件事啊？是不是？就是那船头的事啊，就一件小事就打起来了。不对呀、啊，那叫什么导火线呢、啊？ 真正原因在哪？真正原因可能都积累了一百年，还多久啦、啊？最后终于借一件事爆发了嘛？同样的，我们在反思事情的时候，就一件小事，干嘛那么小题大做？你看，我们就转不过去呢。其实要了解啊，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多少事落在什么？ 心上了，好，重点来了，要求自己要不落心上，对待别人落心上很正常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好，我们再讲一句我们最熟悉的话。 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其实这一句何尝不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的注解呢？甚至你《论语》里面多少句都在讲这个。功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得到什么果报？人家不怨我们，怨怨意。 那功自薄，而后责于人，必然结很多怨。好，所以刚刚啊跟大家讲的，我们去领会师长老人家这个言语背后的存心，甚至言外之意，你都可以去领悟，那收获就大了。 啊，所以学人情事理，大家不能一听啊。师傅都有李炳南老师可以跟，跟着什么都明白人情事理。我又没得跟，所以有没有人听完课之后回去把棉被盖上，在那里哭？哎呀，我都没有像李老这样的老师。我们啊，有这个二祖对达摩祖师那个恭敬心呢、啊。 其实我们听一片老人家的光碟，都不知道学多少了，然后把领悟学到的去落实，那个悟性就一直上来了。哎，所以佛陀也有一句话提醒我们：不要太执着啊，神光，不要太执着啊。佛在一教经，等于是他灭度以前讲的。 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精神，啊，但原话我不记得了，啊，佛的意思就是说，佛子离我数千里，啊，受持无戒，终必得道，啊，就是他的弟子离他那么远，只要受持他的教戒，一定可以正果，啊，那在无身边，啊，就是这个弟子在他的身边。 就不受持他的教诲，也不可能成就。所以有一句话很重要：时空是真的吗？我们都听过吧？时空是人的什么错觉？要不要继续用错觉？不要，把错觉打掉、哎。当下如面佛天。 如面师长老人家给我讲经，哇，那个听起来绝对不一样。我们不受用，就是感受里面有夹杂分别执着啊。所以为什么师长老人家说啊，他有弟子在哪里，在那个荧光幕前，他没见过，这不是也点出来了？ 真正传人不在他身边，甚至他没见过，可是是他的传人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看刘素云老师见老人家第一面的时候，他还没见以前，他就已经是什么传人了嘛？他已经转境了嘞。但也跟我们证明了，哎，可是你看他见了以后，又是表法。 没见不执着，见了皆有远表法，他修学很好啊，老人家还赞叹：“哎呀，他念佛超过我、啊。”那师傅也在给我们表演普贤行啊！你不要听师傅在赞叹刘老师，听了哎呦怪怪的，不是很舒服 <laughs>。哦，这一听经会有不舒服，马上厘清什么念头。 内学马上反观，我不舒服的源头在哪里，就可以看到分别执着，赶紧把它放下，就有受用了。哎，哦，所以你看，刘素云老师他修学这么好，都是师父这么肯定的，啊，人家一段时间就去什么，当面汇报学习心得，就给我们演出一个。 学生的态度，好，呃，据陈德了解，我们同学当中啊，有亲近过刘老师很多次的人呢、啊，这个都是福报啊！这一生要见到这些高僧大德不容易、啊，要很珍惜呀、啊。有时候有机会亲近一段时间呢、啊，我们的珍惜会怎么样？ 会有减退啊！哦，所以你看，师父老人家，张家大师过世之后，他在张家大师帮张家大师守灵那么多天，在做什么？这么多年来，大师教我什么？这习缘呐！后来师父有没有造缘？有啊！ 这是他的老师最欢喜的事情，啊，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。啊，众人得法一人，张家大师最高兴，李炳老、方东美教授最高兴。他造缘我们都是他造缘当中受益的弟子啊。 那我们谈来谈去啊一个多小时了，其实不也是谈怎么不分别、不执着吗？安住当下嘛。好，所以今天大家也听《感应篇》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故事嘛，好不好听啊？很好听吧？哦，那个声音真好。 讲的也好，哎，今天有没有讲到三心不可得？还没有吗？有一个什么天什么禅师是吧？他不是讲了什么啊？过去的事啊，还在那里懊恼啊，这叫过去烦恼啊！你现在呢，这事情呢？ 该做不做，犹豫不决，这叫现代烦恼。啊，啊，想着未来啊，这个孩子是不是要怎样啊？哦，这个要不要买房子啊？这这个叫未来烦恼。那这个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烦恼，念念相去，就是分别执着。所以修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叫。 安住当下。好了，那讲到这里，那不想过去，不想现在，不想未来，那我要怎么想？想阿哦，想阿弥陀佛。好啊，有人来跟我讲话了呢。真诚对待嘛，就是真心都保持了，那就不是用三星了嘛。 所以呢，黄这个下联居老居士就讲，要用念佛跟处事要用第一念，不要用第二念。第二念就是分别执着，第一念就是真心。啊，那怎么用呢？好，我们之后的课程呢，再跟大家交流。啊，今天呢。 再讲这一段话呢，这一节课又 game over 了。<laughs> 我们今天一定要把休学的心态啊 <laughs>，跟大家讨论一下。事实上，刚刚这一个多小时有没有讲休学心态？就没有一句不是嘛。哎，你们要给我一个回馈呢，这样我比较讲得下去。<laughs> 哦。 不然变成我好像硬强迫自己是这样吧？是这样呵呵哦,哦，硬是强迫大家要接受哈，这个是不行的，这叫控制的念头啊、哦，这个不对的啊、哦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处处洞明皆学问、啊、人情练达皆文章。讲话这个人情事理，你会听经的人就学到。 你真的有机会看到师父的时候，你就要好好去观察。所以汉学院的学生也很有福报，啊，师父师傅老人家特别关心啊，一年去汉学院的时间也都算比较多啊，有时候还超过一个月都有。啊，那会观察的人就会在师父举手投足当中去学习。 所以大家早课都一心观礼，啊，不要在三十二拜会观察，啊，要从三十二拜到什么一切处，就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了。谁是善财？善财华严经幕后啊，那个去参学的那个善财啊，那完了。 表法着相啊。着语言文字相啊啊！你读地藏，地藏，地藏，汝之威德不可思议，啊！佛陀摩地藏菩萨顶，谁是地藏？哎，念地藏经的时候，念到这一段有没有？头顶热热的，菩萨表修德啊。 那、啊、我们是修行人呢、啊？那菩萨表修的，所以四大菩萨是谁？那不是我们，那我们就没修了。<laughs> 菩萨就表修的，那我我不学地藏菩萨，我不学普贤菩萨，那我就没有修行啊？因为四大菩萨是代表嘛，那一切的修行，这四大菩萨就圆满了。 所以大家可不能读普贤行愿啊，那是普贤菩萨的境界啊，那是地藏菩萨的境界，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境界，那叫越念越分别，越念越执着。哦，所以人的道心啊，随时都有加减乘除以要护好。 因果有加减乘除，道兴也有加减乘除啊，随时都在变化的。好，好，那讲到这个人情世理啊，因为昨天呢，啊，陈德讲到啊，这个杨震先生杨氏的后代。 好，你们在听故事就知道，杨震是杨香的子孙是吧？啊，这个杨香又救了王母娘娘，后来给他四个玉环是吧？哦，然后四个孩子四代三公，所以师父说，慈心不杀落实在哪？太上感应。 所以这个不杀的功德很大，这个杨家的后代就体会就深了。好，那因为我昨天念了三位学长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好像还有，但是不记得了。后来一下来说啊，我们杨曼玉学长没有讲到，我就提醒我自己，明天一定要讲一下。这这叫人情事理。好，因为我。 曾经啊，有一次呢，在马来西亚刚好有课程啊，在马来西亚那个好像有七八千人吧，啊，场地比较大。那一开始你要啊，尊敬的啊，什么法师啊，啊，尊敬的丹斯礼先生啊，就是要称呼嘛啊。结果那一次呢，我就这样称呼称呼，然后称呼完就要开始讲，结果一一看左边呢、啊。 丹斯里先生的太太坐在那里，啊，我就很难过了，啊，因为我们刚刚没有注意到，啊，你就讲丹斯里先生嫌抗力是吧？啊，人家就很欢喜了，人家这么大力支持，啊，就这个落了这一句啊，还有我挺难过的。可是不能继续难过，因为还在讲课嘛，所以你得赶快调整一下心态，赶快讲。但是这个。 印象就很深，就处事的时候啊，人情世理要方方面面顾得到，不然有时候你花了很大的精力，最后漏掉一些很重要的部分呢、啊，最后还搞得人人际关系当中产生一些误会，就不好。哎，好，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啊，借由这一件事啊，也供养大家。 啊，以后大家处事待人接物，处处留心，接学问，啊，人情练达，接文章。好，我们这个学习呢，啊，当然首先呢要立志。 啊，其实我们这几天的课、啊、听下来，大家立志没有？都立了啊！你们要回应一下，我才了解中啊，都都励志了没有？啊、哦，可能你们在底下说不励志，我能坐在这里吗？<laughs> <laughs> 哦，对不起，好 <laughs>、哦，那这个立了志了。 啊，那当然，接下来，啊，啊，比方，师长老人家说，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学儒就要学孔子，啊，学道就要学老子，那目标很明确了。好、啊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什么？啊？ 要不要抽一下签？哎，知道的请回答一下，没有标准答案，大家不要害怕。啊，比方说学习的内容是什么？哎，洪超学长，哎，我称你一下洪超学长。 可能我们底下的学长就想起来，行超普贤，邓彼安。谢谢法师的鼓励。嗯，洪超刚才想到的就是师长提的三福六合，三学六度、普贤十愿，对，这这些内容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是佛门的，儒家的呢？嗯、五伦。 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啊，这个纲就很明确了。啊，谢谢您的广修供养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他是受持普贤行，哎，这个“超”字就是普贤行。那我们在归纳呢，就是师傅常讲的，啊，就是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。 因果教育、圣贤教育，这个都是啊，名相方便让我们理解。那这个是是是吗？请问你讲伦理的时候，有没有道德？有没有因果？有没有圣贤？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是方便让我们。 很有系统的哦，你一想到圣贤教育，两纲五十八八目是吧？明明德、清明、博学审问慎思明啊，不是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啊，这是明明德啊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清明你就好掌握，也便于你。 关照思维、嗯，而你在伦理里面就是落实道德啊。你一个父子友情里面有没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？那当然有啊。哦，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内容。啊、哦，尤其啊，这个古人有讲啊，“人无伦外之人”。 学无轮外之学，那我们就知道，真实的道德学问就是落实五轮大道，不是在这五轮之外还有什么道可以修。哎，好，那我们要落实这个五轮。 啊，为什么？呃，李业老师特别强调七个及时那也一定是他个人啊，甚至于他带团队过程当中观察大家休学的状况，很希望大家能得力，还观察到可能哎大家可能那个下手处啊还不够具体。 哦，所以大家现在哎来上课了，李老师讲七个及时，好像也是顺理成章啊。其实七李老师讲七个及时酝酿多久了？啊，静的十几年了。从他遇到传统文化有没有开始酝酿，他没有那些体悟，七个及时就不是他讲了，家文化也不是他讲了，别人讲了。 所以大家也要很体体会李烨老师良苦用心，把这些十几年的深刻体悟供养给大家。好，好，所以这个下手术就更明确了，七个基石，其实在五轮里面都能落实。好，好，再来修学的次第。 次序，那这我们想得起来了啊！当然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接着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这是次第。包含两纲八目，也是次第啊。要从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，接着才能深修而后加起。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学不。 劣的，佛陀也讲啊，不先学小乘，啊，这个是在《佛藏经》说的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。我们所有中国的门派都是大乘，小乘已经中唐以后就没落掉了。 所以这句话对我们也重要啊，我们得学小成，所以我们学《太上感应篇》就是要扎好大成的根基呀。啊，因为我们越了解为什么学，我们就学的很认真啊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学，没办法、啊，我就报这个名了、啊。汉轩就说得来上这个实修班呢、啊 <laughs>，那那个就很憋的嘛。 哦，所以要了解为什么要学。好，那《华严经》讲的也是次第啊：信、解、行、正。啊，讲这么多，事实上它也是相通的。你说博学审问甚思明辨笃行，不就是信、解？解是什么？ 佛学审问慎思明辨，行，笃行。正，什么时候正？解行一相应就正。可是正有深有浅。哎呀，体会很深。哎，有，有正，啊，那当然不是大彻大悟的正，但是积小正，积小悟可以什么成大悟。 这个是次第，啊，包含《论语》讲的，可以共学，未可以事道；可以事道，未可以立；可以立，未可以全。这是不是次第？你要先认真学，啊，然后要提醒自己，毅力不摇；然后还要懂得，在毅力不摇当中懂得什么变通，啊，学到立全。 再来学习的方法，有一句话叫“广学原味，深入”。啊，请问我们这个一个多礼拜的课程，学了不少东西哈、啊。那有没有遵守一门深入、常识熏修？有没有？呃，有啊。 讲的再多都是什么孝亲、尊师啊？讲的再多都是真心啊。那会学的人都消归性德，所以会学的人学什么都是一门深入。不会学的人，你让他只读一一个东西，他就在那个东西当中生执着。 哦，那这个都要就事而论呢，这个没有一定的。哦，而且老人家又说呢，你选一部经以前要先把什么根基扎牢。我说师傅啊，假如没有把三根扎牢，然后呢，他一直读《无量寿经》，可不可以？师傅说可以，可是他的时间会比较久。 那这个久又是个重点，多久、啊？<laughs> 那总不能读到最后，久到断气了还没还没受益 <laughs>。所以有时候啊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重点了。 修学的心态要记住，佛陀有教，是依法。依法不依人，这是不是一个学习的重要态度？很多人卡死在这里呀！啊,啊，我这么尊敬的老师，这么崇敬的老师，怎么他修学也是这样？ 怎么他的行为可以做出这样的事？啊，难过的几年跳不出来，甚至还想自杀。我是真实遇过啊，那个冲击太大了。他最尊敬的人怎么是这样？可是那个冲击为什么能那么大？师生之间是求道啊。 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冲击？情感呢？这情感产生作用了。依法不依人是理智啊！哎，可是我们刚刚又讲到重点了。哎，我们不能变一个变心的人啊！哇，那你不跟他学就叫变心啊？那也太着相了吧！ 不跟他学，心不变，这才是会修行。为什么当初那一颗心没变呢、啊？你崇敬老师，希不希望他成就？他有利，有他有恩于你啊，他教你东西了。可是他还没成佛啊，他也在修行，会不会遇到境界？会啊，遇到了，你劝他，他也不听，怎么办？ 怎么办、哎？遇到不听，他越来越严重。那你不救他吗？你不护念他吗？这才是真心啊！为什么那个冲击这么大？情感还有什么要求？要求的念头很细微啊。他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我不能接受。 他都学多久了？哎，学的再久，也会有关卡、啊。哎 <laughs>，我们又不是这一世才学的，过去世都不知道学多少次了。释迦牟尼佛都来八千次了，那我们跟他老人家不知道学多少次了，不都都会出现关卡？那佛菩萨有着急吗？还是很有耐心啊。 所以念念都是为了他，这才是真正的念这个恩嘛。所以很多忠臣为什么离开？我懒得理他了，这是忠臣吗？离开也是要提醒他。所以学圣贤啊，慕贤当慕其心。有些忠臣。 比方说清朝开国，范仲淹有一个后代叫范范文臣吧，他辅佐清兵。我请问大家，他是不是不忠？那他是看到时局，明朝已经没办法起来了。你看他这么一归顺之后，少杀多少众生呢、啊？ 全部是他建议的、啊，皇太极听听他的、啊。你看，说可进可退啊，他已经达什么学到力全了。所以我们会卡住，一定都有卡住的那个执着点出现的。所以佛这些话很好用啊，依法不依人。 哇！但是你不能听我这么一讲，啊，回去领导我不干了，我要离开你了。<laughs> 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你看，有时候呢，你开了一个话题，你没把它讲完，到时候又出事了。我听你讲的，哦 <laughs>、oh.。 所以这个就是要判断缘，啊，除非你的领导已经到什么完全劝不动了，啊，这个纣王、武王要发作，也要纣王到那个程度了，还可以发作吧？啊，你不能看个不顺眼，我要效仿武王，那就完蛋了吧？那就造严重的罪业了。啊，依法不依人。 一智不一事，一智慧不一分别执着，这个就是是，啊。一医意不一语啊。刚刚举的例子就是瘦呃胖三公斤啊，然后这个陈志宇学长说他是瘦三公斤，这叫一意不一语。好，再来一了意，不一不了意。 我感觉呀、啊，老人家这个开解非常有智慧。一般讲，医疗一不医疗不医就是你要医当生可以成就的叫疗医啊，当生不能了脱生死的叫不了医，这是一般的解法。可是师长老人家一解啊，那我们随时可以用。师傅说，你真的修持之后，你受益的，你得利的叫疗医 开解的好不好？哎，我们抱着那个疗愈啊，怎么修都不得力，烦恼越来越多。这是疗愈这是疗愈一直抱着它。每个人的情况、善跟福德都不一样，你得不得力，只有自己知道。所以，这个能得力的，就是对你来讲是疗愈对你有益处。啊，所以刚刚说讲经，妄念少啊。 有些人是念佛妄念少，有些人是读经妄念少，有些人一读经有利益了，你一定要读经，你一定每天还要读多少？你不这样你就修学就不得力，这个就是他一得力又产生执着，完了麻烦了。你看得力的人小心哦，进一退九，一个人进一步啊、哦，退九步的危险。 同时产生，只要我们又把这个对执着，它就开始退了，它就不会关机了。所以叫今日之事不可执，这也是夏老的话。今天自己觉得对的事不能执着,着，昨日之非不可留，昨天已经过去了。从前种种，譬如说是不要放心上了，会障碍自己的清净心。 你没有办法休学了，一直在那里，一直懊悔啊！今日之事不可知，哦，这些法确实伴随我们走这条路啊，很重要。哦，好，这个是施意法。好，那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好，抱歉，还过了十分钟啊，就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